前，我已经成为当今大齐的堂堂的国师。竟然投靠了高阳。嘘，师弟，在邺城之内，敢无礼的直呼齐王大名，这可是死罪。修道苦志，当念王杰，你却舍本逐末。 与道相违，迷途不返呐！当年赶我出寺院的时候，你们给过我退路吗？哼！20多年前，师弟全家被满门抄斩，沦落佛门，难道这也是你愿意选择的退路吗？能得圣人之殿。 归于佛门，这是我的造化。可又何曾想到造化弄人？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，还请师弟能宽宏大量，原谅我的无心之过。 从何说起？我一时疏忽说漏了嘴，竟让皇上得知师弟一直隐居少林寺，只怕师弟不但会自身难保，嵩山少林也会因师弟而惹上灭门之灾呀。 是噎着了，还是叫爷爷？快说！小的们是邺泉寺院的僧人。啊，邺城，你想怎样？
如今能救少林寺，能救师弟的人就只有我。念及过去的旧情，为少林寺做任何事情，我都责无旁贷。不过，凡事都应该有个你来我往吧。啊，终于说到你该说的了。没想到十多年的过去了，你还是老样子。那又如何？人算不如天算。十多年了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我也是少林寺的大弟子，可为什么传承的人却不是我？这就是你想要的条件。师弟，不该再用过去的眼光看我。总之，嵩山少林跑不跑，就看你答应不答应。叶城真出了佛门败类。既是僧人，怎么会伙同官兵欺压百姓，做出丧尽天良的事？是谁在指使你们？还不老实交代！大爷手下留情，我们出家还不到三日，不过是剃了头，换上一身和尚袍，算不得真正的出家人。以前整日在街上游逛，听说当了和尚能够混得好吃好喝，所以，才进了佛门。放屁！你们进的能叫佛门吗？分明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恶棍！你们方丈是谁？这一切都是谁指使的？小的也不清楚。被人推荐，刚穿上和尚袍就被派到这里收供粮，小的什么都不清楚。你们认识一个叫梅兄弟的小和尚吗？说。小的没见过，只听说一个叫梅兄弟的在月泉寺院收徒弟教武功，小的没这个福分。梅兄弟真的变成了那样的败类吗？好了，放了他吧。去。回去告诉你们方丈，也告诉叫梅兄弟的和尚，有朋友从嵩山来会他们，让他们别忘了恭候。好。等等，是你自己脱下僧袍呢，还是？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呦！时间不多了，望师弟谨慎考虑。没想到数年后还能遇上他。多谢，你要谢师父，这些药都是他给你找的。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华，至不得有无而行大悲心，一切无涅槃，无有涅槃佛，无有佛涅槃，远离绝不绝，若有若无有，十二系俱离。道恒，你把刚才为师念的经再念一遍。师父，说得太快了，我没有记下来。道恒，既然未有记下，就让你师弟把刚才为师所讲的再给你师兄念一遍。是，师父。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华，至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，一切无涅槃，无有涅槃佛。师兄，师父讲的经文我全抄在上面了，你拿去看看吧。谢谢爱人呐，谢谢，谢谢。
可你们一走，我们大家又要遭殃了。就是，不用怕，我们去邺城查清原委后，定会给大家做个交代。啊，谢谢，谢谢恩公，谢谢了。谢谢，谢谢恩公，起来吧。快快起来，起来吧，谢谢。快请起来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谢谢，起来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嘿，好，好。三师兄，咱们俩骑一匹马再合适不过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要不是我和你吵吵嚷嚷，你哪有那么大火气骑快马赶路啊？驾！驾！哎呦！驾！赶路要紧，快上马。你悟性聪慧，必成业孽。我立衣钵为你所传，方可发扬光大。道恒，师父，徒儿知错，徒儿不是真的想偷师父的袈裟和经文，也没有对佛祖不敬。师父，无所求行，世人常迷，处处贪著，名为之求，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也。你既六根不净，又何必留在少林？师父要怎么责罚都行，可千万不能把徒儿赶出少林。师父，师父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大师兄不过是一时糊涂。若能信接此礼，应当称法而行，未除妄想，早日重修正果，为师也只能按法行之。师父，师父，求您原谅大师兄一次吧，我愿和他一起受罚。师兄。我嵩山少林，命中当此一劫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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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嘿！哦！啊！驾！巧了，哎，大师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嗯，
师傅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傅呢？四师弟呢？大师兄，你快说话呀！大师兄，你快说呀！说话呀！到底怎么了？师傅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大师兄，师傅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和四师弟不见了。谁干的？我不知道。你说呀！大师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师傅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大娘，讨碗水喝。你坐着，我给你倒啊。哎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上马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我们要见寺院方丈，请二位师父领路。方丈不在寺里，请回。那就把梅兄弟叫出来，我们有急事找他。师父也不在。师父，梅兄弟成师父了。再不让开，我们可就硬闯进去了。两位小师父，既然不让我们进，就烦劳你们通报一声，我们的确有要事求见寺院方丈。你们耳朵不好使，我就再说一遍。听清楚了，不在，敢在寺院门口闹事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真不知道叶泉寺院的和尚有多大能耐。我倒要比试比试。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呐！声听上去有气无力的，一天没吃东西了吧？光喝水怎么行啊？快把这碗粥喝了吧。多谢施主。啊，你是个和尚？贫僧是少林弟子。请问大娘，叶泉寺怎么走？请问几位施主，刚才你们提到叶泉寺院，师饶命，小的不在，我不过是问路，你们何故如此惊慌啊？那个少林和尚在那边，别让他跑了，快！少林和尚杀人凶手，快自首吧！和尚竟然会使用兵器，庙门开的真够大，不见识见识，怕明白不过来。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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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何人在本寺院门前挑事，大声喧哗呀？您就是叶泉寺院方丈，在下正是本寺院的方丈，有何事请教啊？我们是嵩山少林弟子，
我师父应您书信之邀前来邺城，却突然失踪，请问方丈可知下落？哦，原来是嵩山少林的远客，有话请到里面说吧。你说让他们进就让他们进，那我们岂不是太没面子了？哎，小师父，这五位都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望请见谅。出了事儿你顶着。走。请吧。请。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。还装糊涂，你看你浑身是土，还有血迹，不是凶手是什么？我也是被打劫的，你们该去抓那些蒙面坏人。哼，小和尚，你骗不了我们，拿下。哎，站住那些坏人吧，追！师父，没有茶杯了。嗯？啊？什么？没有茶叶，也没有茶杯了。哎，再去找找。不用麻烦了，无需侦查。别抢我的酒，喝一口。给我！你敢抢我的酒，你放手！你给我！站住！谁抢了就是谁的！拿过来吧你！好喝！方丈，这里为什么会这样？老衲为何会落到这般境地？哎呀，实乃老衲之过，愧对佛祖啊！方丈，快快请起，有何难事请慢慢说。邺城寺院临近皇宫，因顾及皇上的猜疑，寺院一直不敢有武僧，也无练武之风啊。半个月前呢，突然来了一个少林小和尚，扬言传授独门武功，寺院中有一群弟子原本就不服管教，小和尚一煽动啊，他们都纷纷投靠门下，更加胡作非为。我呢，年老体弱，力不从心，才让寺院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呀。煽动事端的小和尚就是方丈在信里所指的少林败类？这都是啊，老衲管事无方，才惹得一群无知小辈竟在佛祖面前无视清规戒律，毁坏佛门声誉。方丈恐怕还忘了一个人吧。此话怎讲？你派去送信的和尚回来了吗？你应该去问问他。老衲不明白女施主的意思。你那徒弟在村子里喝酒赌博，可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施主此话当真？我们四人亲眼所见。哎呀，他也在欺骗为师啊。那送信的和尚也是假的了？是啊，确有其事。信呢，也是老衲亲笔写的，
我也一直在等方丈的音信呢，没想到哦。方丈！开门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开门！你不开门是不是？好，你不开门啊？那我砸东西我。我砸东西，我看你开不开门。我砸。我真砸了啊。我砸了一个值钱的东西，我砸了。你来看看我砸了。你听见没有啊？真想好好教训他们。打探消息要紧，就问他们俩。两位师傅，手中拿的是打狗棍吧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一根棍子有什么好看的？倒是这位女施主，听说叶泉寺院有位师傅在教武功，我也想学，不知该到哪儿去找他。你小子是真想练武，还是贪图享乐，也想像我们一样做天下最逍遥自在的出家人呢？真是有什么样的师傅，就有什么样的弟子。说，那位师傅在哪儿？我好马上拜师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他不在寺中，我今天也没有见到他。着什么急呀？不过有诚心拜师，不如和这位女施主一起到我们房间耐心等候。姑娘，别不好意思，既然敢来我们叶泉寺院逛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给我让开！敢再上前一步，别怪本姑娘不客气。你不理我，我还砸。你听见没有啊？我真砸了啊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我都砸了，你得赔死。我真砸了啊！中了！我去你的！你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我砸两个了，我真砸了。哎，听见没有？不开门！说的没错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只是我们初来乍到，暂时不想打扰了。你们又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敢在我们叶泉寺里挑事儿，长一点了吧？我现在正浑身冒火，手痒的难受。你们要愿意的话，领教。叶泉寺院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，其中必定藏有蹊跷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那个信僧就在寺院当中，我们不如暗中多加留意。心月，会努会空，
你们躲在暗处，监视寺院四周，注意可疑行踪。我和大师兄到城里另外一座寺院打探下落，如果见到梅兄弟，就把他抓住。嗯，我们天黑时碰面。我想自己去打听试试。情况复杂，任何人不能私自行动。师妹，师父和四师弟已经没了音信，梅兄弟也找不到，你再出事，我们怎么向师父交代啊？我不是想给你们添麻烦，只是一路上走来发生的事看来十分蹊跷，其中一定有阴谋，我想到附近打探些消息。哎，这些啊就交给我和大师兄就行了，你们一律原地待命。慧诺，你都听清楚了？清楚了。任何人不能胡来。你们一定要到皇宫附近打听事实，此事定与齐王有关，没准是那狗高阳设下的计谋。师妹放心，交给我们了。不开门，不开门，我东西砸完了，我可该点火了啊！我说到做到。我点了，我点了，我可真点了，点了。好一个出家人的气量，火气够大嘛，看来我要真是得罪了。你们是嵩山少林寺的弟子？嗯。少林方丈来了邺城？今日晌午到的。怎么刚到就不见踪影了？这正是我向住持打探的。依住持之见，邺城内有什么人跟这事有关系呢？我们刚从邺泉寺院来，虽然方丈对此事一无所知，所以我们才……你们已见过邺泉寺院方丈，有何不妥吗？邺泉寺院早被一群市井流氓出身的假和尚抢占了，寺院的长老一直寄居在本寺中。你们见的是哪一位方丈啊？我来介绍，这位才是邺泉寺院的方丈。阿弥陀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知道就好。哎，这样，哎，我也不问你是谁了，好不好？就当是场误会。哎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哎，你小子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？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的弟子们会为我报仇的。哦，你说的是你那群打狗队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过是让他们哄着你玩玩，你还倒当真了？玩玩？你是谁？想知道我是谁？喝了这壶酒，你就明白了。老人家，我看你也是位高人吧，哎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和尚不能喝酒呢？哎，这样吧，你要喝就自己慢慢喝，我不奉陪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喝，我喝还不行吗？半个月以前，贫僧接到邀请，与两名弟子外出说法，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却遭到一伙黑衣人的故意阻挠，徒儿们为保护贫僧被其杀害，待我逃回寺院，寺院已被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抢占了。哎，
本寺其他弟子现在也全都下落不明。你身为一寺之长，自己的寺院被人抢了去，难道就甘愿听之任之？贫僧也以此为耻，曾经多方打听缘由，查找弟子的下落，但是均一无所获。此事并非看得那么简单呐。依我看，抢占寺院的人和那伙黑衣人同为一党，可能背后还有人在指使他们。就算抓回来几个假和尚来询问，也没人会知道啊。我和师父在赶往邺城的路上也曾碰见一个黑衣人，意图加害我们师徒三人。这飞镖就是那黑衣人使的暗器。师父，我破戒了啊。哎，是他们让我喝的。好酒，不错，挺不错的。酒喝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哎，哎呦！我都说好久了，你还打我？哼，准确的说，不仅是好酒，还是毒酒。我还有一事想问方丈，您是否写过一封信送往嵩山少林？一封信？贫僧没有写过任何信给嵩山少林寺。听闻假和尚中竟有一个嵩山少林的弟子，贫僧想弄清事实真相，再写信告知少林方丈，所以只是拜托住持的徒儿到嵩山少林去打听一下情况。这是在哪儿？在嵩山少林寺。嵩山少林，他是老衲最小的徒儿，至今没有他的音信。难道他还没到嵩山少林？住持可认得这衣物？这是，是我徒儿的，是我徒儿的。他怎么了？啊？他在去少林寺的路上遭人毒打，到少林寺时经脉已断，流血过多而死。他临终前可曾留下什么话吗？是谁害的他？啊？谁？是谁杀了他？可能是梅兄弟。佛门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这些闻所未闻的事，如果真是与你们这位师弟有关的话，你们少林拿什么向佛祖交代呀？我们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，给佛祖一个交代。如果一切的确与嵩山少林有关，自当接受处罚；如果和少林弟子无关，而是坏人陷害，请还嵩山少林一个清白。所以请求住持和方丈帮我们查清事实真相，以便公众定夺。
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古寺，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是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舞